这架飞机残骸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窜翻我国领空侦察情报却被击落的美国 U-2 侦察机。残骸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矗立着红旗二号导弹。很少有人知道，在他那孤傲的身形背后隐藏着一段震惊世界的往事。初心不变，信物百年。我是今天的信物讲述人。今天我代表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中坚力量，中国航天科工，带来了我们的信物，请看。这是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款地空导弹红旗二号，虽然它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它当年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故事将永远被镌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中。1962年1月13日上午7点，一架神秘的黑色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经过福建蜘蛛岛上空进入大陆，向西北地区直插而去。面对前来侦察的敌人，解放军防空部队却只能望天兴叹，因为这是飞行高度在2万米以上的 U-2 侦察机，当时世界上任何一种歼击机和高射炮都奈何不了它。1958年起，在美国的协助下，国民党军队组建起了一支完全由 U-2 飞机组成的名为黑猫中队的空军侦察部队，肆无忌惮地进入大陆领空进行侦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为对付嚣张的 U-2 侦察机，中国从苏联引入了萨姆-2地空导弹装备，并依靠它先后击落了数架来犯的 U-2 侦察机。尽管遭到打击，黑猫中队却并未明显减少侦察次数。到1967年，无论是核弹试爆还是中国大陆各省工业、军事、交通等目标的部署和发展，都成为黑猫刺探的目标。尽快研制出能够战胜 U-2 的国产新型地空导弹，成为当时国防领域重大而紧迫的命题。这款导弹被起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红旗二号。从仿制到自主研制，这一步必须要迈出去，只有这样，中国的国防、国家安全才能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众多导弹研发人员投入到了红旗二号的研制工作中来，他们的心中都抱定了同样一个决心，不能让黑猫再在中国上空肆虐。这是当时我们的工程组，也是那个团队嘛，我们三个是组长，我是组长，他俩是副组长。这个老金已经死掉了，你看，这还活着，比我小一岁，他我们俩同岁。在红旗二号导弹研发中负责总体设计的于本水院士，每当回忆起那个战斗的年月，依然感慨万千。这个当时啊，因为那个计算工具还比较落后，一个工程技术员带一个计算员算一条弹道要20天，当时我们是昼夜加班的，因为这是空军的紧急任务，是吧，上到中央的时候。从1965年上马到1967年6月定型，仅仅过了2年时间，红旗二号导弹就试射成功。然而他是否具备实际作战能力，还需要接受战场的检验。大考的时刻终于到来。1967年9月8日上午，我军雷达侦测到敌 U-2 高空侦察机从江苏启东进入大陆，经金山飞往杭州湾方向。见此情景，
我雷达操纵员立刻打开反干扰雷达，保证了正常跟踪，同时连续发射三发导弹。后面的楼，现在准备，现在准备。红旗二号导弹首战告捷的消息震惊了世界。随着1500多枚红旗二号导弹列装空军，往日耀武扬威的 U2 再也不敢进入中国大陆窥探情报。从击落 U2 的红旗导弹，到我国第一型固体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武器系统，再到我国第一型陆基巡航导弹武器系统，中国导弹工业以一个个零的突破，为国家的领土、领空、领海筑起了坚固的钢铁长城。百年信物，薪火相传，这是强弓长箭、射天狼的自信，也是红旗招展、漫天舞的豪情。红旗二号导弹的问世，标志着我国的防空导弹已经由单纯的仿制走上自主研发的道路。如今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航天科工已建立起完整的空天防御导弹武器系统、飞航导弹武器系统、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等研制生产体系。凭借着报效祖国的铮铮誓言与决心，中国航天人向全世界彰显着守卫和平的自信与担当。